勇士来喽！帮我取消跟龙祸的会议，我要立刻出发。太棒了！你想想看，一座保存失落科技的宝库，有地精古代国王留下的遗产，机械钢国王在里面吗？如果我把他救出来呢，那我就出名了。我是说我们就出名了。我们出发吧。我先把行李寄在这边，回来再拿。你们看，这一定是古代地精科技。我同意，但那并不代表这就是机械钢城。祝你好运，一定就是机械钢城。这可是天大的发现呐、啊！有东西要修吗？吉拉，你记下来，我想作为未来的研究之用。济公大师日记，在济公大师欧沃斯巴克的阴影好下，小队顺利进入宝库。这太神奇了！各位济公学家，我们做出重大发现了，这里的科技都还在运作，只要解开这些秘密，一定能找到机械钢城。开始进行检查吧。济公大师开始检查宝库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保障、啊、这个机器卡住了，我们得让这些齿轮转动才行。成功了，在济公大师欧沃斯巴克的指挥下，机械修复完毕。经过济公大师同意，启动主要电极。你试着把电线拉进这个插槽，我们恢复一部分的动能了。济公大师欧沃斯巴克指出最后一根电线的连接处。哦，嗨！祝你好运！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太棒了！地精兄弟姐妹们，无数个世代以来，血肉诅咒让我们成为被废弃的一族。但是情况改变了，经过长久的努力，我们终于要变回泰坦造物最原始的完美设计了。所有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在机械钢城加入我，净化古神的腐化诅咒。上前来，接受创造之眼的审视。我们会共同恢复真正属于我们的血脉。侦测到不相容生命体，无价值目标，必须被消灭。无价值？这些考古技工学家是我亲自挑选的，他们可是最顶尖的人才。这肯定哪边出错了，它一定是故障了。济公大师的专业技术拯救了探险队。
是奇妙，我找不到故障安全防护鞋垫。吉拉，谢谢你。好，现在有了坐标，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机械钢城。有东西要修吗？保重啊，交线小姐，请在波拉勒斯重组队伍，我必须去向过世的人的家属致意。遵命，济公大师。了不起，测试东西吗？少做坏事，多做好事。你好啊，慢走。有任务吗？指挥官，等你下令。瑞兹，我得说你的装扮真奇怪。这是防止辐射污染，对吧，甜心？对，诺伯瑞根的辐射，我一定是从那边来的。马上奔。出发啦！机械钢城坐标已锁定。济公大师欧沃斯巴克，格瑞兹和我想感谢你，让我们和你一起到机械钢城。通常我不会做出这种提议。沙菲罗尼塔，你对实验室的工作没什么耐心，难怪你会想加入探险者协会。早就叫你别说话吧。不过这种有冲劲的个性正好让你们成为了这场远征的最佳人选。我需要像你和葛瑞兹这种积极有胆识的家伙来带路，挑战危险的未知之路。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牺牲品。他们好像在攻击我们，这一定是误会。机械钢国王是真的想要见我。别担心，我坠机的时候从来没出过人命。先走一步，一定是跑去城镇准备迎接我。整理一下自己仪容，机械钢城的国王一定想亲自接见我们。W2区需要协助。这跟我想象中的反应不太一样。伊拉敏王子，你们同胞饱经风霜，你好，机械钢国王。
我是技工大师欧沃斯巴克，我来此是为了将你的科技技术推广到全世界。我不是机械钢国王，他是我父亲，他是个狂人，必须有人出手制止他。我们全都是被地底的机械钢城放逐的人，我们的目标是要什么？这里不是机械钢城？哦，那干嘛还耗在这里？大家快走吧！我想，技工大师欧文斯巴克想表达的是，我们当然愿意加入了伊拉米王子，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。对，这也是我们来的原因，算我们一份。最好部落懂得帮助别人了，你们那个肥滋滋的贸易亲王根本不了解帮助的意思。王子别理他，我跟我的手下会帮你们的，只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就会搞定的。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们就能阻止我父亲的计划，拯救我的人民。欢迎加入秀川反抗军。这个区域没有敌人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维持效率，加泽鲁维、欧沃斯巴克，请跟我来。我必须声明，反抗军严禁内斗，你们不用成为朋友，但是必须互相合作，请遵守这个规定。你们或许已经发现了，秀川反抗军现在的人力有点吃紧，机械钢城的部队最近袭击我们，许多人被捕或面临更惨的下场。这不太合理，为什么机械钢国王要这样对他的人民？我的父亲曾经很有远见，但是现在他把自己变成了无情的机器，他会不择手段地达成他的目的，现在能阻止他的只剩下秀川反抗军了。考虑过进行更新吗？示意加兹鲁维改善，欧沃斯巴克保卫天空，我们需要空中支援。开始挖掘，我衷心对事态的进展感到乐观。没错，帕斯卡 KEN 六型，请回到秀川协助重建工作。反抗军很需要你。这种事总是没完没了。目前损坏率过高，返回进行维修。这才是运用力学的最佳范例。回秀川和我会合，我们要在机械钢城下一次进攻前重建，请表明来意。适应、改善、克服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我们改善和改变科技用途的能力感到十分骄傲，但是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的有机要素，例如我们的情感、记忆和个性。我父亲并不认同，他想把我们的人民全部都机械化，不管大家愿不愿意，安装更新的决定权应该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上，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自主权。克里斯蒂，看来我们今天的成果不错。是的，长官，他们的科技一直在进步，我们几乎赶不上。这种机械化的程度，那里还可能有地精吗？我还没办法确认，机械钢国王已经成功转化了他们超过99%的肉体构造。我们会阻止他的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大部分的反抗军仍然有家人和朋友在机械钢城，我们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，也为了他们。
如果我的父亲成功了，那我们就会变成像那个墙上的机器了。他会抹灭我们的本质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。唉，多谢你的协助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反抗军屹立不摇，记得在秀栓到处看看，熟悉一下反抗。这座岛上每天都有新的进展。